各位好，我是熊熊熊，这次我要来解成就，解光鼠跟卷绳组这对试看看。然后刚刚的龙啊，对，好像我讲的话都被音乐盖住了，所以这次的音乐调小声一点，也希望各位听得到我的声音。这对不知道好不好过，反正就试看看咯。这样各位听得到音乐吗？我怕各位听不到音乐，大声一个好了。太快了、啊！算了算了，没关系。慢慢来。这对血高、血负高，缺点就是攻击低。我怕反盾会不会打不死啊？反正说就是见招拆招，对。再洗一下洗地好了，伤害就好了，先不要打他，还是要先打他。只能打了。好，再来是可恨的连喵转珠。真的很讨厌连喵转珠，因为我真的对连喵转珠很没有辙。太久没玩蜜月兰了，拉过来哈，从光中从这边拉下来。水中空一点的，空气很低。参观，我扶着冰凳，慢慢走一下。带走，可能他不带得走。突然想起一首歌，还是不要唱好了。再来是25%对我很，这个两只短心的应该是不怕没心珠，现在只怕第二条线。用新攻击好了，音乐有需要再大声一点吗？为什么只听不到音乐？啊，没关系，有一点点就好了。打算要开大声的盖过去。
想一下那条虾怎么带，公猪非常的少，没办法了，他公猪多少？5500而已，还是现在慢慢洗洗地，这边起来爆发，这样子，好吧，试试看。拿一下两颗好了，预防万一。OK。不行啊，我天平要一回合，我再让他秒掉怎么办？绿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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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。啊！重点是这只还有五回合要跳起来，五回合要先跳起来。不对，这补血就攻击了，不要忘记。还是快速打过大龙啊！大龙啊，快速打，快速打，这样子啊，有煮水。毕竟王位克他嘛。腐蚀的路线还好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两组东西，先回一组新就好。太少了，看一下，等这个字跳好了，它血体怎么变三？血体三是对的吗？我带火力两只同时开。啊，他的技能，没事没事，龙哥的技能，随机光属性 CD 减一，爆发好了，这边应该就够了，这样子。好，拜拜，龙炮。光队双成就，全神组。迷神通关。刚刚看一下这个龙克，龙克在哪里比？哪里不比？连锁的，哦，这个就很像这个，对，跟这个一样。那这个应该只适合宇文拓吧，应该比较适合。不然就光压血也可以，不然光队长大尼亚光友，光友单头的话60%很多，
这次录影就到这边，感谢各位观看。